大家好，我是 Seka， 我是 You， 欢迎来到 Seka and You 的屋。Seka and You 的嘿，ようこそ。好，自从我们上次的搬家影片到现在，我们也过了差不多半年多了。那我们想说，出了这半年多，我们的家具设计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想要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长什么样子。那我们最早我们的房间，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墙壁跟隔间。那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设计的。因为我嫁到台湾之后，很多日本朋友问我，你在台湾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我原本很喜欢看介绍房间、介绍家具的影片，所以一直都想拍这种影片。不过因为房间是很私人的空间，所以很害羞，一直犹豫要不要拍这种影片。连常常来我们家的很好的朋友们也没有看过除了客厅还有厨房厕所以外的房间。不过今天决定拍这个影片，那开始咯。开门咯。这个区域我很喜欢，因为都是我们的回忆。这是Seka 用谢逊给我们求婚的时候送给我的玻璃鞋，下面有写 You and Seka and marry me。 还有这个是婚礼的时候准备的戒指，这是我们的婚戒跟求婚戒指嘛，对对。还有这是，结婚一周年的时候 Seka 送给我的，噔噔。我因为很喜欢，所以每天都戴。然后这里是 Seka 的戒指，因为我们有时候忘记带着出门，所以放在这里。あとこれ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特地做的一个礼物。これは，我觉得对日本人来说这个有点特别。如果把钱放在这里的话，表示很多钱会从门口进来，也算是一个风水吧。哇，鞋柜，我完全没有。目前上面还没有鞋子。对。如果今后鞋子变多也没问题，也可以放很多。然后下面也是鞋柜，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很大的镜子，这个是出门的时候已经穿衣服吧，不过还没决定穿什么鞋子，那时候选鞋子穿穿看今天的衣服跟鞋子合不合，可以最后的确认。OK 吗？嗯。然后镜子里面也有柜子，可以放很多口罩，还有消毒液嘛，还有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对日本人来说很特别的是这个下面，噔噔，这个有红包，里面有钱。好像放了168块。对对对，这个表示啊，因为每天出门的时候也踩到，进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也踩到这个钱，表示钱会从门口进来。对，所以Seka的家人教我们这个风水嘛，算是风水之后，我也觉得哦，可以做看，然后已经习惯了。大概是这样子。现在来介绍我们吃饭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的餐桌。那我们选择是有这样子纹路的餐桌，当初我跟 You 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喜欢，有点像在高级饭店的感觉。对。然后这张桌子因为蛮大的，我们之前有邀请过朋友，都8到10个人都可以坐的桌子，虽然10个人是有点挤。然后这个是也是在布朗布朗买的一个假花。然后这是在虾皮买的一个花瓶，那摆起来还蛮不错的。那再来后面是也是因为他特别喜欢的区域，要求设计师一定要设计的。对。那从下面开始讲哦。那这个是那个 shop，
做的黑的漆油是水锅炉。嗯，烤蛋糕的时候，因为上面很热，所以一直放在里面的话，有一点对木头不好，所以烤蛋糕或是饼干的时候可以拿起来烤。对，那这个是我们之前的影片有做过开箱的影片的那个吹饭机。嗯。那这边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看你们之前的影片哦。这一台是飞利浦吧？飞利浦的咖啡机。有时候因为想要在家里就是喝咖啡的时候，要体验在咖啡厅一样的感觉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泡咖啡。我超爱咖啡。要好的朋友送给我们大同电锅。对，就在台湾的话，一定需要的。原本打算买，不，刚好朋友送给我们，而且跟咖啡机的颜色。非常的像，超喜欢的颜色，谢谢朋友。感谢朋友。对呀、啊。然后这边刚刚也讲过，是有很喜欢的地方。那其中有些我们也是从 Flanflan 买的。对。那有些是朋友送的，像这个是朋友送的。对，最右边的也是。这个也是。对，摸起来很舒服，看起来很可爱，蛮喜欢的。对，有陶瓷感。对对，也可以喝茶，也可以喝酒。对，这是下午茶的 set 对，也是一样是在 Flanflan 买的。新朋友来我们家拍啊，开个下午茶派对。这里是我们的厨房，这个厨房也很喜欢，是完全是开放的，跟客厅在一起，所以。今后有小孩也可以边看小孩边煮饭，而且这个空间也蛮大的吧，所以这个宽度也很够，所以可以跟塞卡两个人煮饭。做厨房的时候，我很重视的是收纳的量，因为厨房的话还是很多东西要放调味料，还有盘子，还有煮饭的时候用的道具之类的。然后大概煮饭的时候用的道具都挂在这里，也不用放在里面，因为挂在这里的话很方便煮饭的时候。那我要来介绍我们调理的地方。那这个是 IH 炉，当初我是很强烈建议说，例如说不要用瓦斯炉，用 IH 炉。我一直都说瓦斯炉比较好用，绝对想要瓦斯炉，不过跟 Seca 讨论的结果我输了。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IH 炉比较没那么热，瓦斯炉的话夏天的话真的受不了。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清理很方便，那现在我们就是说每次煮完饭只要擦一擦就好了，一下就结束了。嗯，结果我开始用完 IH 炉之后没办法变回去瓦斯炉了。对嘛，都是从哪来不，这里是我们的盘子跟碗，大概是尼斗里或是 Flanflan 或是Hola， 这个也是在 Hola 买的，超级喜欢，可以放水果啊，生菜沙拉什么的，还有那个 Lace Pasta 或是臭美之类的。对啊，这里有洗衣机，洗碗机，这里有洗碗机，可以放很多。阿德火锅回来要跟设计师讨论绝对需要的地方，放调味料的地方，对，是拉的。还有很方便的是，这里按这个的话可以喝水，然后放这个热水的话可以直接喝热水，所以泡咖啡泡茶的时候也很方便，不需要另外准备喝的水。然后这里的水是洗东西的水，也可以换这样子，换这两个，然后可以拿起来清理的时候也很方便。就是为了增加我们做料理或是有时候做蛋糕什么时候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是做了这个板子，这里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除了一起煮饭以外，有些人朋友来的话可以坐在这里。对，嗯，何ができるかな？可以在这边喝酒，也很喜欢的吧台。
那现在来介绍我们客厅旁边的窗户，这里是我们的纱窗跟纱帘，那我就觉得这个蛮有高级感的，很有在饭店里的感觉，我蛮喜欢的。那再来这里是我们的电视墙，这里是有两边是一样的，是我们的那个可以放收纳的地方，那我跟佑是拿来做展示我们的东西，里面有我们婚就是婚纱照，然后我们去外面的餐厅的时候拍的照片，还有一些可爱的花瓣跟蜡烛拼图。这个是我在有一次在佑的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拼图，那上面几乎其实都是佑送给我的东西。褒めくりカレンダー。对，这是月日，是每天可以使用。对，然后一号、二号，上面都有写称赞塞卡的事情。对，他写了30个，太厉害了。有时候我比较落ち込んでる時，会想要看。そうそう、自信持って褒めまくるカレンダーです。有一次又送给我的，那里面是就是那时候圣诞节。接的时候又做了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它有很多巧思在里面。那继续来介绍我们电视的部分，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 Nintendo Switch， 那有时候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会可以一起玩。然后这边有那个健身环，那我其实我每天都会用健身环来运动。那再来就是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扩大机，那里面有一些麦克风，那我们之前有时候会请我们的朋友喜欢唱日文歌的朋友来一起唱歌，那我们就会用这个 Switch 去接这个扩大机，就会声音就会从这里出来很大声。这边就是我放有放那个我跟 You 就有在用的那个瑜伽垫，那我会拿瑜伽垫放在地上来玩那个健身环，的话，他有他自己的健身的方式。原本打算买桌子，那个沙发前面的桌子。不过如果买很大的话，没有运动的空间，所以后来没有买，只有买小小的而已。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买的是这一个，这个是在那个 IKEA。对对对。IKEA 买的小桌子，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坐在这边一起吃东西、看电视。对。我刚刚说，因为想在这里运动，所以没有买很大的桌子，不过买了这个小小的桌子，这个很方便，可以把小小的东西放在这下面，然后卫生纸还有一些装饰可以放在上面。虽然我有工作室，不过有时候在这里坐着工作这样。然后边喝咖啡边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放在这里小小的那个杯子啊，也很方便。我超喜欢的是这个沙发，去外面看的时候几乎都没有粉红色的，结果是在虾皮买的。这个也是虾皮买的，这个也是虾皮买的，卫生纸盒也是虾皮买的。对，这个超级好耶，超划算。对啊，看起来很高级很漂亮，不过其实蛮便宜的，好像100-200吧。对，这个是在 Nitori 买的，不小，这个本来有对然后这两个是在 Franfran 买的，我们叫它 Monch， 摸起来超级超级舒服，所以可以这样躺着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用，然后也可以抱着超级舒服，然后在这里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坐在这个上面。你好像也有在这边工作啊？对，也有工作。这样，就是刚刚说的一样，这样把它当做一个桌子，这样工作也可以。那我们蛮喜欢的是这个墙壁，因为是客厅的墙壁，而且沙发后面的墙壁比较有几个比较好吧，所以特地选这个连感材。对呀、很有质感，蛮喜欢的。还有我们的扫地机器人，为了用扫地机器人，我们尽量不会把东西放在地板，要不然没办法用它。
那我要来介绍一下，就是电视墙的左边是我的工作区域，就是我特别请我们的设计师用系统柜去做出这种可以摆电脑的空间。那这边是我放的键盘抽屉，那我上面有可以这个空间可以让我摆两个荧幕。那上面是一些我可以自己放出那地方。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印表机了，所以我们另外去 IKEA 买了像这样子的三层的推车，那可以移动到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我觉得很方便，也可以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嗯，我很喜欢。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厕所，应该对日本人来说很普普通通，不过对台湾人来说有一点惊讶的厕所。那进去喽。可以。这个厕所真的只有马桶跟可以洗手。因为又说不希望在上厕所的地方可以看到浴缸，浴缸的地方不要看到马桶。对，虽然是心情的问题，不过可以在这里看书的这种干干净净的厕所，所以才会这样做的。こだわり？哇，这个马桶后面的墙壁比较特别。嗯，很像木头地板。对对对，木头地板，不过不是木头的，所以弄湿也没问题，可以擦。不会发霉。然后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地方，我查了很多很多饭店的厕所的设计。这个 hotel っぽいこの感じが好き。对呀。对，啊对，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设计师问我们好几次要不要设计挂毛巾的地方。不过我们犹豫了很久之后说，还是不需要，因为我希望这样放毛巾，像饭店一样。然后本来这里没有镜子，不过还是有镜子比较方便，所以后来把这个镜子贴上去。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就是让厕所香香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厕纸架，很有日本的感觉。干干净净的厕所，超级幸福。这里是 You 的房间 ，You 的黑呀。ここは系统柜，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收纳的，可以收纳的地方。で、ここが我的桌子を買う。蛮喜欢的桌子，那这个也是在 Shaki 买的，有插座，也有 USB 的扩音器、所以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可以边听音乐可以边工作，好像是在咖啡厅轻轻松松的工作的样子。不太想占空间，所以只有有一个椅子，所以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把它移过来这里了。ここは私のドレッサー、可以化妆的地方。我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想要自己的ドレッサー，ドレッサー化妆台嘛。对。所以买这个之前查了很久，然后直接去那个家具店看，后来还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风格的化妆台。结果是还是在 Shopee 看到这个很可爱的。化妆台之后在虾皮买的。これは百均で全部一个一个买，然后自己转的。这是头发用品，还有些耳环。我很喜欢耳环，所以 collection 都在这里。然后这是一个有些项链，还有另外一个很喜欢的是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给我的，这里面是放特别喜欢的耳环，还有戒指，还有项链之类的，超感谢，很喜欢。这个抽屉的其中一个是放烫头发的时候用的东西，然后这里有插座，所以可以直接插进去，可以在这里烫头发，所以很方便，超喜欢的地方。我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门，開けます。
我的算是 walk-in closet， 虽然空间没有那么大，不过真的可以进去。我很喜欢的是这个一整个面的很大的镜子，这个好了。今天打算装这个，然后这样看镜子，还有那个，比如说戴帽子合不合这个衣服跟帽子怎样？这看机，然后鏡で決めてます。我很喜欢洋装，所以很长的洋装都放在这里，然后很短的洋装的话放在这里。这个是上衣，还有这个是裤子跟裙子，还有包包放在下面，还有帽子，有些帽子放在上面。那这里是我们的浴室，下面是这是我们洗脸的地方，然后上面是镜柜，还有三个柜子。那中间摆的是我跟佑共同的东西，然后右边主要是摆我自己个人的东西，然后左边主要是摆佑的东西。嗯，然后再来就是想要介绍的是这里，这边有挂佑的用的吹风机，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温度控制器，因为我们的浴缸的水是想要恒温的。要一定的温度，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去控制温度，也可以控制放的水量，很方便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控制上面的那个换气的东西，有时候冬天的时候也可以用暖气，很方便。然后这个是我们浴缸的区域，原本这里是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只是我们跟设计师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想要干湿分离，想要把浴缸跟马桶分开。所以我们的那个马桶只有存在在刚刚一开始介绍的那个地方，那这边是没有的。那对，可能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应该是蛮惊讶的，因为台湾的话比较习惯是浴缸跟马桶是在一起，只是可能用一个玻璃墙隔开。嗯。但日本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真的是希望泡澡的时候不要看到马桶，因为觉得很脏。然后上厕所的时候不要地板湿湿的，所以对日本人来说这两个是一定要隔开的。那这个就是算是我们蛮理想的浴室。那因为他特别跟设计师说他这边也要有一个黑色的台子专门放他的洗发精什么的。那这边的话是一个镜子，他可以在边洗的时候边打理自己。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浴缸，那他这个也是可以控制温度的，很方便控制温度，然后这个是控制水量，从下面出来或从上面出来。然后再来，我想要介绍的是这一个东西。对，这个是我们在 HOLA 里面买的一个吸盘，它是可以把那个手机架在上面，因为在泡澡或者我在泡澡的时候，可以在那边看手机，很方便。可以这样放手机，然后可以指着看，也可以调整，横着看。所以有时候看动画看 YouTube， 有时候看漫画，边泡着边看，这样子很舒服，这样子。然后这边就是摆的是我跟 You 的所会用到的化妆洗身体的东西，然后还有保养的东西，还有一些沐浴盐，还有清洁 浴室的东西在这里。现在来介绍我跟佑睡觉的房间，这里是系统会做的衣柜。那我喜欢的它其中的一个地方是这边有一块大镜子。那我自己就是上班前或者是出去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整理一下衣物。这边有一个佑他特别喜欢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这个背面墙，但他特别喜欢的是这个木头的地方，以及上面壁纸的地方。那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是这里的灯，对，特别喜欢，很浪漫。晚上如果把其他灯关起来的话，很有气氛。对，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跟 Seika 一起看电影或是电视，那时候也用这个小小的灯看的话，蛮有气氛，很浪漫，所以蛮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蛮喜欢的，就是这里的两边的桌子，它上面有一个镜子，看起来很不下脸，然后也可以放手机在上面充电。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 HOLA 买的。嗯，那再来我想介绍的是这张床，上面的床单，
那我们是在 Fran Fran 买的，也是非常的粉红，又也非常的喜欢。那这个是夏天用的棉被以及被单，嗯，这样子，嗯。那包含枕头套也是一样在 Fran Fran 买的。那我夏天睡起来算是蛮凉爽的。那我们已经把我们家里的所有房间都介绍完毕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如果有趣的话，请按赞、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